这时候看见他太痛苦了，但是我们几个队员当时那个心里面都真的特别不是滋味，很难受，很为他担心。我在脱这个手套的时候，多多喊了一声，然后快过来，然后我明白就是剩下的这个工作我们四个人来完成。武警西藏总队中部片区第四季度魔鬼州即兴训练已经进行到第七天，考核的科目难度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残酷。然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平时铁骨铮铮的特战队员们竟然泣不成声呢？这个今天是我们这个魔鬼州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两个科目。第一个科目就是我们的小组乘车设计，然后对这个小组乘车设计，这个下面我这个对我们小组进行一个这个小组的任务明确。在前几天的考核中，陈思远带领的小组和杨中英带领的小组互有胜负，然而考核进行到最后一天，二支队组长陈思远发现他们距离杨中英小组还有几分的差距。为了实现反超，陈思远他们必须抓住最后的机会。王涛跟许文朵使用手枪对六个结绳子实施射击，然后今天跟李平还有我在车顶对十二个半身然后实施射击。而与此同时，在候考区的另一边，杨中英带领小组成员也在进行着周密的部署和计划。两个是不是？然后边上一边一个是不是？到时候车子一边一个，到时候车子没出发之前你就准备瞄好，你知道吧？瞄好他车子，你感觉他那个开始踩油门了，他一启动你就打，你知道吧？你打这两个，你打中间打这两个，陈鹏打这边这个。你打这边这个，我又打这边这个，不是，李亚强打这个，你打正面这两个，你知道吧？你一定缺乏首发必须要上，知道吧？就抢那个时间，他车一启动，你那一发就打上去。小组乘车设计是以小组为单位，乘坐30码向前开进的攀登突击车，三名队员在车底利用步枪对前方左右两侧位置距离的12个半身靶目标进行射击。车停下时，左右两侧队员利用手枪在位置距离对剩余6个劫持人质靶目标进行射击。乘车设计的难度还是蛮大的，关键就是说在车子的运动过程中，它这个一个是受路面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受车速的影响，然后颠簸不平，然后车速的快慢，然后对我们这个设计的精度，对这个实枪会有很大影响。对，枪弹结合，打开保险，车顶上膛，要听口令啊！准备，前进。最先上场的是二支队陈思远小组。因为当时他那个是土路，还有一些坑坑洼洼，有些拱起来的，又凹下去的。因为当时他那个车速开的也挺快的，刚好瞄准，刚好要激发那一枪，刚好那个轮胎又倒了一个窝，然后又把我们的转筋一下又挪到了另一个位置，然后再次构成瞄准。要激发的时候，又遇到一个窝窝，然后又改变了我们的瞄准点。这种科目它其实实用性很高的，比如像我们在针对一些恐怖分子的窝点或者是一些营地的话，我们进行突击的话，一般是乘坐突击车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交通工具，然后就是进行这种突击的话，它就会边移动边射击，你不可能等这个车停了过后人员再下车去进行射击，这样的话会贻误战机。然而这时担负手枪射击任务的徐文朵在奔跑到射击地线时却出现了一些意外。当时他靶子四个看起来是分开的，
但是到位了之后，他靶子看起来有点乱。我跑过去之后，就感觉自己一下子有点懵的感觉，找不到自己的靶子。打了之后，我和文涛他跑到左边来打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感觉他跑错位置了，结果他没跑错位置，只是我自己没有找到方向。抓紧队，他不是这样横着，你看到没？他是斜的，是吧？你们这不是斜枪吗？他怎么没跑到我这边来？没有，好，那就完了。徐文朵在射击时打错了靶子，感到非常沮丧。这是魔鬼周的倒数第二个科目，本想在这里拉回一些分数，没想到却出现了重大失误。对于反恐作战的特战队员来说，执行每一项任务都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差错，因此各种复杂情况下的乘车射击都必须精通，这也使得这次的射击考核训练极为严格。我作为一个小组长，首先从我自身找原因，就是我作为一个小组长是没有把这个队员在这个对抗前，没有把那个靶子和那个射击地线给他说明白，给他说清楚，这是我一个问题。然后二一个问题就是在他设计过程中，然后他也没有那种随机应变，那种能力不是很强。应该是，如果我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这个科目还是能拿分的。感觉想了好几个问题，感觉有点对不住他们。成绩的话倒没拉下多少，这一次的话应该会拉个两三分左右，但是这两三分有可能也就是决定我们小组能不能排名前几名的那个问题。而在另一边，杨仲英小组虽然也遇到一些意外情况，但是最终还是顺利完成射击，取得了小组乘车射击这个科目的胜利。再一次失利，陈思远这一组已经离进入前三名的目标越来越远，考核只剩下最后一个科目，他们能在最后一个科目中扳回一局吗？七天的魔鬼周训练考核已接近尾声，在最后的一个科目中，陈思远和杨仲英两组又会遇到哪些突发情况？又是什么让陈思远和几名队员失声痛哭？而他们最终能否战胜自我？军事纪实正在播出《雪域尖兵练成绩》第四集。下下看，扫旋，科目。特大小组1000米综合演练，训练目的检验特大小组战斗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演练内容：特大小组着装通过障碍实弹射击。特战小组1000米综合演练内容为：三名队员搜索通过街区房屋，两名队员通过高空障碍后，小组完成街区搜索射击，再分别从加强、雨漏管、阳墙、阳台攀登至楼顶，对五个半身靶射击，下滑至地面，五人协助扛原木100米后，翻滚轮胎100米，再奔袭100米，对80米胸环靶射击后，进入大巴车搜索爆炸物，最后转移伤员150米。我觉得这个科目作为最后一个科目来设置的话，对所有的队员是一种考验，就是说他们感觉的就是经过了7天的这个魔鬼这个训练过后，身体还是这个精神上已经达到这种非常疲劳的这种状态。而在这个科目中，所有动作将一气呵成，再加上干燥缺氧的气候条件，难度异乎寻常。这是杨仲英小组通过障碍，和之前一样，这一组毫无悬念的凭着自身过硬的素质一路顺利闯关。这是陈思远小组通过障碍，
训练离实战越来越近，战斗的气息越来越浓，不时引爆的爆炸物不断挑战着队员们的心理极限。手不要抓太紧了。在五个人通力配合下，前面几个障碍顺利迅速通过。然而不想，李平到达攀登楼下时，抓住绳子的一瞬间，却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没啥坐在呀。体操馆怎么还少一个呢？还有没有坐在啊？顺利到攀登楼下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啊，觉得啊蒙圈了，没说再怎么上了，马上回去穿啊，还在对吧？穿了之后再买。由于准备不充分，李平忘记携带攀登时的防护装具坐带，他只好迅速转身向回跑去。而此时其他队员顾不上挡他，为了争取时间，只有继续完成下一个障碍。在雨落馆上，陈思远这回一口气爬到顶，但这时他已是筋疲力尽。这两名过来，你告诉他还有几号吧，给他。你们可以帮他，可以帮他。队员过来，可以帮他。你们自己队员可以帮他。先把他拿上去。喂，你们这有的队员上不来了，赶紧过来帮一把。听到后，徐文朵立即返回。用尽力气迅速将陈思远拉上。我打二号吗？出口只有一二三。好。你打几号？这边上留给李平了。与此同时，匆匆赶回的李平迅速将安全绳套在坐带上，并向上爬去。在这里然后耽搁了他不仅仅是这个往返的时间，然后下了之后还要等我，在这一个一个坐在然后耽误的一个是影响了这个后面的整个科目的一个进程。在分工精细的特战行动中，个人的行动往往与整个任务的成败与否有绝对的关系，一个人的疏忽极有可能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形势已经对陈思远小组极为不利，然而就在陈思远、吴清增和徐文统三人抬起原木迅速进行下一个科目时，却突然发现队员王涛不见了。还有人，还有人，还有人！下来，等一下。哎，是。保证弹夹，扣弹夹。十一没弹，或者怎么？我们过来十一没弹，我们就在过来扫过来。我就看到他下来的时候，他说他脚痛，然后一切的过来的时候，当时我就想他腿肯定受伤了。但是他的咬牙，他脸都发白了。反正刚开始看到那些脂肪了，那些东西，但是看到自己的骨头了，一面骨看到了，我感觉，骨头痛，但是没想到，破这么大的口，看到起还是，感觉挺严重。王涛忍住了疼痛，悄悄将裤腿放下，想要继续再回到队伍当中去。但是把裤腿放下来，我就想坚持啊。然而这一幕被队友吴清增看到了。我来坐下。卫生员，站起来。卫生员，卫生员，怎么扣的？怎么扣？不要动，不要动他，不要动他，不要动。卫生员。磕的吧？你磕到哪里了？应该是在那上面第一二三四第四个窗户跳下的时候。
卫生车，卫生车也过来，卫生车，我去叫去，叫车子，叫车，车子来。我没以为伤口会这么大，我以为是就轻轻的碰了一下，因为他下来之后，他还在那里转了两圈，所以说，哎，也没感觉到伤口会那么大。然后等他卷起裤腿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严重性，然后就开始马上叫医生。原来在索降过程中，王涛的腿磕到了窗台的边缘，由于受伤严重，他被迫终止考核。我们所学的这各种技能吧，他其实有一个目标，就是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完成任务。首先要做到保护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怎么去消灭敌人，怎么去完成任务？尽管王涛的伤是意外出现，但这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平时训练中所存在的问题。考核依旧继续，这时李平也匆忙赶到，只剩下了四名队员。面对接下来的抬圆木和翻滚轮胎，陈思远小组的队员们是继续完成考核，还是放弃？我们不能因为他一个伤口，影响了我们后面那些科目，还有三个科目那个没完成的科目。看到他那个伤口，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动力感觉会又增加了一些。无论如何，再把那个科目坚持了，把它搞完。再难也要挺住，再累也要坚持。尽管获胜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但为了一名战士的倔强和尊严，为了鼓舞受伤的兄弟，陈思远和其他三人依然扛起了沉重的圆木。四个人的一根圆木，本来五个人扛着都有点难，然后我们四个人扛着，跑得还比五个人的还快，就当时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就感觉，他的任务没完成，我们一定要帮他完成的责任。一二三，三走。二，搬轮胎，然后搬过去之后啊，感觉来不及了，心里一想，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的，然后冒着进去的单位。一二，本该五人一同完成的内容，四个人咬紧牙关，到最后筋疲力尽，但依旧坚持。而同样在这个障碍中，本来十分顺利的杨忠英组却出现了指挥失误。两个人扛原木，三个人去翻滚轮胎，这样速度更快一点。但是最后他说，裁判说他这个必须要先扛完原木，然后再来翻滚轮胎。这个时候我们把轮胎已经翻出去两圈还是三圈了，到终点的时候扣了我们一分钟的总时间。上头去趴下看有没有，这边这边发现爆炸物，快点快点，这个下面哪个位置？走走走，好走，快走，别动了，走，赶紧走人，走。没有发现爆炸物，发现没有？没有。搜索爆炸物，陈思远组剩下的四个人两遍都没有找到，但他们没有放弃，又认真仔细的一遍一遍搜查。然后我们打完报告过后，然后一个小组就跑到那个担架的位置，他那个担架是四个脚，然后我们就欠了一个人，喜文博他是在走在前面，他一个人然后承担了两个人的位置。对对对，
用尽最后的力气，陈思远小组的队员们终于完成了考核任务的最后一项。慢慢回去吧，把枪拿过来组织一下。失败的苦涩，考核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各种遗憾，让他们失声痛哭，但他们最终坚持下来，他们依然保留着战士不屈服的意志和尊严。一个小组的成败的关键，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团结，就像五根手指一样，五根手指你每个手指去戳一个东西可能没力度，但是你把五个手指捏了一个拳头，一拳头过去的话，这个时候也许这个力量就很大了。魔鬼州训练考核结束了，最终一支队杨中英小组夺第三名，二支队陈思远小组夺得第五名。生铁不受猛火淬炼，不会成为金刚，军人不经教场磨砺，不会成为精兵。经历了七天的魔鬼式训练，武警特战队员们用顽强的毅力不断挑战着自己的极限，为遂行反恐作战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军中龙虎斗，厮杀训练场，硝烟散尽时，决出状元榜。四海欢歌日，精兵在哨岗。军事纪实春节特别节目《军中状元360》，代表全军战友向全国人民祝福新春。